今天呢，我要分享的是我最近很喜欢的五个必推小屋 ，and some of them are honestly life changing. You don't have to live under the weight of the whole world on your shoulders. Hi everyone, I'm Dina, and welcome to my channel. 第一个呢，我要分享的是一个洗脸机，噔噔噔，也就是。For Real 的洗脸机，它其实就是用细胶做的一个会震动的洗脸机，它洗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干净，我都是差不多一周会使用三次左右，因为它会震动，所以它会把你的毛孔的脏脏的东西这样就是震出来，非常舒服的洗毛，完全不会刺激皮肤的那一种，所以你在做 like circular motions on your like the edges of your nose or on your face， 它可以不止把脏物带走，它也可以帮你去角质。那我之前有提到，我自己个人是发现，如果你真的好好建立一个去角质的习惯，你代谢粉刺的速度就会非常的快。但是我自己是没有每天使用它啦，因为我觉得对我皮肤来说 ，maybe it's a little bit too much。我觉得每一个人的肤况接受度可能都不太一样，但是他是有说这个是特别设计给敏感肌的 ，so you should be able to use this quite often。Oh my god, this lighting, seriously。接下来呢，我要分享的是 ，Oh my God, such a life changer， 叫做改腰神器。我要给大家看，它就长这样子 ，It's like a little button for your jeans。然后，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小织女，我们长度 OK， 但是腰可能太大的问题。然后，尤其是网购，网购有时候要退货，真的很麻烦。我有时候就会觉得 OK。自从有了这个之后，整个改变了我的人生。我所有的牛仔裤，不管是短裤或是长裤，只要腰有问题了，我都全部把它剪回来，装上这个，然后试穿，我的每一件裤子就可以穿了。最近流行这种就是比较宽松的牛仔裤，这一件呢、啊、也是我在网络上买的，但它原本的腰就太大了，我就自己把那个 button 装在这里，我只要这样子就可以穿了，然后腰就会刚刚好，完全没有任何的。缝隙这里 ，It's honestly the best thing ever。然后它的操作也超级简单。天哪，我这个 lighting is just going crazy。我不管了，反正就是尽量，好不好？它就是一个 little pin， 然后它后面的屁股呢是不容易掉的，它是有一个卡榫的，卡榫把它拉开就会秀出它这个针头。你只要插在你想要的牛仔裤的位置，套上它这个 safety 的屁股，它就 secure 了，而且它是。完全拔不开的 ，and it is so cheap， 一个只要10块，一个只要10块，一颗只要10块。Are you guys kidding me？ I'm gonna get more right now 。天啊，超便宜耶！而且它上面有各种颜色，就是你有古铜色的或是银色的都有，真的很方便。它还有另外一个是四个环的，来了来了，我穿给你们看。一边就要四个小钉子，然后这种呢就稍微比较贵一点，但是没有10块钱那么便宜。这一套是43块，但是 still 比你请人家去改还要便宜。然后这种又是如果你又变胖的话，你就可以拆掉。Also it is very versatile， 也就是你要改变腰的大小，就随时可以改变的，就不会这么的 fixated。So yeah， I highly recommend it， 尤其是这个一个 button 10块。噔噔噔噔，超大容量水瓶，一个水瓶是可以装2000到2500cc 的水。如果 follow Instagram 的人都知道，其实我之前就是有跟他们合作，因为我真的太爱了。一开始会对于大容量水瓶很有兴趣的原因，是因为我是在我同事家写歌，他有一个超大容量水瓶，然后觉得天哪。I never thought about it, but I actually need that in my life. 因为我每次都想要很口渴的时候，可能在家里工作，我会懒得出去装水。This is a real issue. Oh, okay. Hi, son. 过去这几个月，我大概买了3种大容量水瓶吧。就像我买了前2个，我觉得不够美，第三个那个吸管会漏风。然后后来呢，我就遇到他们家的水瓶，这是 Intuition Lab 的水瓶 ，by the way。我就非常非常的喜欢，因为它不止呢上面有那种依照时间。给你一些英文正能量的打气话语，它旁边还有一个小手的把手，就是不止这个把手哈，但是这个部分的设计我非常的喜欢。它这一根其实是完全可以拆的，衔接处也完全不会漏风。我也是因为开始接触到这样水平，才发现其实我一天
很少会喝到 2000cc。 It's not okay。 下一个呢，我要分享呢是一条唇膏，不对，润唇膏，噔噔噔噔，爱马仕的润唇膏，就是我现在嘴巴擦的这个颜色 Rose Tan 49. First of all, it is so pretty. 怎么办？我真的很肤浅，我就是很喜欢美的东西啊。如果你可以选择你身边的东西都很美，然后又很实用的话， Why not pick something that's really pretty? 它其实这个颜色蛮淡的，它本身是一个润唇膏，也就是它是有护唇的那种效果，它的质地是非常的滑的，是那种有带一点点油的感觉。 But 我特别喜欢它的原因是因为你完全看不出来它是油的。大家应该都知道那种一般的护唇膏，你可能擦上去真的超级的油亮，对不对？ We don't like that. Well, I mean, I'm not that into it. Wow, 我的阳光又没了。 Like seriously, I'm so mad. 它是那种完全不会看起来油亮的润唇膏哦，它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的遮盖你原有的唇色，但是它真的是有那种可以稍微提亮你的唇部的效果。觉得这个唇膏真的是非常适合当犒赏自己的小礼物，或是就是叫男友送给你的小礼物。最后一个呢，我要分享的是我在收到之后，我实在是爱用到一个不行，也就是噔噔噔噔 Blair 它的品牌 19 Again 的护手霜，这个味道是我最喜欢的，叫做 Rose Garden。 护手霜真的是一个我长大才会开始用的一个东西，因为以前我就觉得没有必要，我的手就是看起来很胖很 Yuki 啊。然后我记得我有一次拍 MV 的时候，我那化妆师突然看我的手，他说哇，竟然手这么老啊，然后我才意识到 Wow, there are 细纹 on my hands. I'm like, I can I refuse. 那大家都知道，其实你身边就是会有一堆各式各样的护手霜，我很不喜欢那些味道，因为我就觉得他们就是一个护手霜味，要么就是薰衣草，要么就是什么花什么之类的。然后我自己是属于很不喜欢花香的人，虽然This is called Rose Garden, but I'll get there. Actually, let's get there right now. 但是这个我特别喜欢的原因是因为它的花香，就是玫瑰花香，它是有带甜味的。只要有带甜，我就可以。纯粹一个花香，我会头晕。但是如果带一点甜味呢，我就会觉得很想吃它。我的香水味都是喜欢里面一定要带有甜味的香气。I mean, I think it just reminds me of my personality. 个人让我觉得我是一个很甜美的人。OK, actually, wow, I take it back.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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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shouldn't be taking that back. I am sweet. I need to own it.OK, I'm gonna own it. 一样，如果你们喜欢的话，下面有连接，我特别特别真的很推这个味道。最后一个，我再推荐一个东西好了。这是一个美国的有机提高品牌，叫做 Native。然后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是 Coconut and Vanilla。我会推荐这个小物的原因，是因为它有出这种小小的适合随身携带的。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焦虑的人，然后我很容易害怕大家觉得我身体有味道。它呢，不止可以让你不会臭，它还可以让你很香。It is so convenient, and it also reminds me a little bit of America. I think it's the coconut. 只是因为它是有机的，所以它没有办法止汗哦，它只能让你的体香变香了。You also have to reapply it quite often if you sweat a lot. 它没有办法持续太久。But still, I like it a lot, especially in this size. It's just so convenient. 以上呢，就是我最近必推的六个小物，那大家有兴趣的话，一样在下面我会把链接都找给大家。Oh, and let me know if you guys want me to do the vlog, 大容量水平挑战的 vlog. I really don't know if I can do it. 但是我是一个爱面子的人，所以如果我真的要做的话，我真的会用尽全力的喝水。好，那今天呢就到这里啦。如果你们有其他想要我拍的影片的 ideas, 都欢迎在留言可以跟我说。Oh, by the way, if you haven't followed me on Instagram, go and follow me on Instagram. Because of a lot of exciting news will be happening there first. I just think it would be a really good idea if you guys can go and follow my Instagram. Okay, this is actually it for today,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in my next video. Bye!